寫作一丁黃國坤，我想推薦大家咧一啲嘅作品。我一直都強調咧，你要喺最短嘅時間裏邊咧，去能夠去捉摸到你嘅讀者嘅眼球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咁我細細個嘅時候睇嘅書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唔會知道我睇啲咩書。我睇嘅書咧就係、是、我祖母、我外婆，因為我窮啊，咁我就暑假咧一定要去投靠我嘅外婆先有飯食，咁就去澳門。咁我外婆係點樣招呼我呢？佢就一包花生，一棟金融嘅小説，一棟梁羽生嘅小説。咁我咧就睇到咧，佢就唔需要再招呼我啦。咁佢就去做佢自己嘅嘢。咁我咧就食花生食到咧就傻咗，即係呢個牙膠都軟埋。睇金融睇梁羽生咧，就睇到咧就即係兩眼冇光。點解我要講呢兩個人呢？一個咧就係、是、用武俠小説嚟到包裝歷史，一個咧就用呢個武俠小説嚟到去包裝呢個嘅詩詞。但係呢兩個人係點解會寫到係咁訓練出嚟嘅咧？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喺報章度開始寫，報章是有限制的，一定要是有一個你是今次是寫幾多少，你要留一個尾去吸引人呢下一次再要買這張報紙。那慢慢呢這個金融和這個的梁羽生呢就被這個報章訓練到呢，他們成為了一個武俠的小說高手，以後個個都是要看金融和這個梁羽生。我就去發覺原來是小說是可以這麼吸引人，將人呢是放去一個高地那裡。再有機會時我介紹埋法國的給你看，美國你應該看誰，俄國你應該看誰，我包保你會成為了一個小說的高手。